男人过了二十几岁，收车就有收车的样子。是要什么样子？收车的样子，等等你看了就知道。所以这是收车的样子吗？这是成熟稳重收车的样子、啊。这目的是怎样？那个陪你走过任何的坎。啊，这个钥匙串是怎样？这告诉即将遇到的车主，让他知道店内有多少车辆。是这样子啊，所以这口袋里面是什么东西？那个车辆假婚呐，啊，专业笔，哎。所以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还要有信仰戴在头上。那要先看一下书，那台车子的样子怎么收过吗？嗯，需要。要怎么看？还要眼镜拿着动着看一下，是老花眼吗？哦，这才有专业、成熟、稳重的样子。原来是这样，才会比较像估车的样子吗？对啊，专业估车的都这样子穿。好啦，我们出门估车了。走，直接带你去看车。公里数一定会影响车。像我们三个优点，三个缺点。那我觉得我蛮适合开战车的，我试试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这个今天实在太吃力了吧。我们今天是这样啦，我们今天要估的这台是之前跟我们买的一台康基面的，后来那个客人没有再开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回收回来了。这是康基面那个 S 的，就是柴油的柴油差的那一种的啦。S 还是 SD？ SD 我们就来看看这台车的车况现在状况是怎样。啊，甲大家介绍啦，即马这只车已经走180,000公里啊啦。柴油啊，差的啊，加速起来有力，咩就是啊，成熟稳重的，头头啊打得好。咱唔好像边啊这小丘少年啊，逐天乌白吹。哦，啊，这只柴油的哦，这保养起来，佫俗啦，佫省油啦。唔管你是要载货啦，啊，飞天也种地啦，哦，保证这只，互你自家人头坐佮行村买，也车头坐佮也车买，绝对找袂回啦。哦，啊，这佫有迄个换挡拨片的，试落佫说，哦哟，吹落哦。几啊熟个，哎，都蛮水水啊。这台车子其实阿伯啊觉得这个小姐姐坐了一定会很开心的、啊。你不觉得这个像迄、那个那上面卡通弯唇啊，米老鼠啦、啊？你看那个圆圆的，哦，这边也一个圆圆的，耳朵啦，哦，还有这个安卓机啦，这个也是听迄个红顶马头啦。爽，够烂。阿伯较早少年的时阵是迄落开迄落轰炸机的啦，你看这有像迄落飞机的迄种开关无？你看安尼边的佮转来，还像那开关。这嘛是想到就佮边，无聊就佮边，啊，这拍速的啦，这右的电波较长，这手刹车。像那个飞机，这不是福建的哦，这不是在福建的，袂使我卖我朋友哦。啊，这个是那个放那个雷朋眼镜的啦，可以让你放雷朋吗？没有，老花也可以啦，因为当初选配啦。我们这种上了年纪出门都要戴个老花眼镜，随身戴不好看就放里面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再看这台车的感觉啦。被介绍一下一些配备了，可以改气氛灯的颜色。你看，还可以改迄落七彩霓虹灯无？较早少年迄落迪斯科，迄一粒光的光的胖的胖的。还有紫色。然后改安卓机嘛，这上面这边是油表啦。啊，这时速啦，啊，这转速表啦。然后下面有行车电脑。对，但它没有独立恒温，就是一边而已。然后四个电动窗，中控锁。前雾灯、后雾灯，它还有 Sport 版，超车在用，或者是加速性能在用。Countryman 的话，几乎都是 Countryman One 或 Countryman S， 这两个都是汽油的。那 Countryman S 的话就是汽油性能版，那我们这台是比较稀有的 Countryman Cooper SD， SD 的话就是性能版的柴油涡轮。这架车新车168,000呢，这一台是柴油的，还有涡轮。啊，重点来了，这台是铸牌的哦，不用踩离合器哦。以前别人开750公里。我们以前都开那个，然后还要这样，再这样，再这样，成熟稳重才需要这样子啦。哦，是这样子哈。哎啦，不过我们还是带大家下来看看车主大哥怎么样子啦。好。
我跟大家讲了，我们今天这一台哦是精赏的啦，就是前驱车啦，前轮驱动啦，六速手自排啦，六速的哦。我以前少年拢五速四速的，自排六速唔免打苦拉机。大家报告一下吼，咱无啦，咱目睭较歹，咱这只迄落马力哦是143匹啦。按扭力吼是31.3呐，31.3吗？啊，你不要开31.1哦，31.1公斤呐、啊。前轮是用迄落麦花臀呐、啊，后轮是用迄落多连杆呐、啊，前后拢是碟刹啦。咱这架车吼卖甲卖介绍，其实差无介济啦。因为这两冬伫中古市内底吼收无啥车吼，你车的那个介绍拢就慢啦，较无啥歹收啦。啊，有啊加保管呢，后壁爱等人呢。即马这架吼，咱收回来啦，已经有做认证啦，原车无问题啦，啊嘛无弄过，无泡水啦。你想会到的拢无，你想袂到的嘛是拢无啦，还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车的状况啦。西湖安尼水当当啦，节气门嘛穿过啊啦，内底无积碳啦。吼、哦，啊你看这个油压的啦，油压顶杆的啦，哦、都唔像迄古早式的，你该烤起来啦。啊，这恁啊，你看，这水当当真新的啦，买白的呢，买白的啊，四粒拢买白的，哎呀、啊，我干那知影木头白啊。后壁佫相共的哈。哦，这安尼唔只处理拍哩 ，Cooper SUD 的，你看，哦，这嘛水当当啦，四粒拢真新的啊。这架新车168万吧，啊，不过有一点哦，较实的所在是单只，啊，这无电动爱手动的啊。手动的。对啦，啊，有好有歹啦。啊，好的所在是你骑到，伊就家己转去啦，唔惊下骹的莫打歹伊啦。歹的所在是讲，阮这有当时啊加油，你要加油站洗车，搁爱地内底甲迄少年的比安尼，无有当时啊拢甲你讲爱安尼，啊你就无通去麻烦啦。我们这台车子哦，实在讲哦，当初哦那个客人是我们的老主顾啦，所以我们外面一般说12年的，大部分都是4开头多啦。哎呀，四差多啦，啊，我们说有超过五啦，我会介绍啦，因为老主顾哦、喔，定甲咱买车，其实讲真的，也收购价真的会比较好一点啦。跟我们买卖过很多台了。哎啦，买真侪只，啊，别啊嘛算不出来到底是买几只而已。我们回来还有整理一下下啦，还是要整理嘛，毕竟收回来的车子，我们带成本这台车总共是53万啦，这个开价一部分哦、喔、是63万8千块啦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看一下啦。啊，咱今仔日这个影片吼就到这啦。哎，记哦，哎，订阅哦，按赞哦，订阅按赞抢先看哦。好啦，差不多啊啦，别讲要下骹要小食步啊啦，行啦，小小带你来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会为您创造更优质的内容。